盘点风云宗教的出名字的武功招式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种？第一种，雄霸的三分归元气。三分归元气。第二种，聂人王的横扫千军。横扫千军。第三种，聂风的封神腿。封神腿。第四种，步惊云的排云掌。第五种，段浪的十日剑法。排云掌，十日剑法。第六种，霍不天的霍家剑法。第七种，徐宏的泰山压顶。泰山压顶。第八种，杨真的太极无量。太极无量。第九种，独孤明的降龙神腿。看我的降龙神腿。龙神腿。第十种，聂风和明月的倾城之恋。第十一种，关寨主的斩将刀法。步惊云，老子的斩将刀法纵横江湖以来罕逢敌手，你的排云掌虐杀老子，将无用武之地。第十二种，秦霜的天霜拳和不虚大师的佛光普照。第十三种，步惊云的圣灵剑法。这是剑八。正是，这就是圣灵剑法剑八。三分归元气。第十四种，捕神的锁魂掌。排云掌。第十五种，捕神的锁魂环。第十六种，捕神的断剑诀。家传剑法断剑诀。步惊云，接招。第十七种，剑圣的剑二十二和第十八种，剑臣的莫名剑法。第十九种，剑圣的剑二十三。有劳各位九号，雄霸，来吧！